装备方队最后一个出场的是东风四十一核导弹方队，领队是赵秋岭少将、孙乐少将。战略制衡、战略射控、战略决胜，东风四十一洲际战略核导弹是我国战略核力量的重要支撑。从弹道导弹到巡航导弹，从常规导弹到核导弹，它们是支撑强国梦、强军梦的坚强实力，是维护和平、捍卫和平的坚强盾牌。